哥哥们戴耳机跳舞，其中有一个无音乐的冒牌需隐藏，最终投票找冒牌，如果冒牌留到最后可独享300分贝，如果冒牌被找出来则找出他的人平分300分贝。就是要找冒牌。嗯。OK， 每个人可以抽一个序号，这个内容不要给别的哥哥看到，自己看是吗？里面写的就是大家的身份啊。好、啊。现在好、啊。要写字的吗？怎么贴纸？各位哥哥，现在起立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准备好了？我们第一轮开始。茫茫人海，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生一世如梦初醒。一，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，寂寞默默沉默沉默，未来不在我还在。好，如果潮去星也去，如果潮来你还不来，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，回忆回来你已不在。哦，茫茫人海，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生一世如梦初醒。好，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，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，未来不再。好，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，完全不同风格的，为什么？我终于跟小齐哥同台跳舞了。好，大家现在心里都有数了吗？不是特别确定。大家要猜一猜哪一位哥哥耳朵里没有音乐啊？小齐哥。这么烂吗？风格太不一样了，因为风格太不一样了。啊，风格不一样。对啊，